大家好，我是一名超级补习老师，我的任务嘞就是帮学生考到多多 A。 不要看我年纪轻轻，我的 experience 嘞比你的学校老师还要够力。来我们的补习中心嘞，我会传授你我们的独家秘籍，它是由清朝末年的最后一个皇帝留下来的，里面记载着未来2000年的 SPM 考题。来我的补习中心咧，最板当的就是你忘记带 plastic bag， 每忘记带一次 plastic bag 咧，我们就会罚你 1 ringgit。 我们讲究的咧，不是暴力，而是爱的教育。我们补习中心最多讲的就是 reward， 你叫多多朋友来，我们就给你多多的 cash voucher。 成绩考到好的学生咧，我们就会送他去看 Big Bang concert， 还会颁发牛顿文凭给他，送买他去火星看月亮。可是这样好的补习中心偏偏就少了助教，请问你有兴趣当助教吗？超级补习老师的生活就是如此的朴实无华且枯燥。最后记得订阅三个臭皮匠。